你不要笑，你要变哭啊！到这里来讲话都讲白话了。罗昌伟，你懂不懂议事规则？我讲实在是，我这里讲话非常遗憾，讲出这个当中我是违宪的嘛？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议事规则？要笑就笑灿烂一点，要啊，你平常都不笑嘛，还垮啊！现在还要挖我们了啊！所以我们大家协商就直播的，打成白痴吗？可以搞得这样天翻地覆啊！这么天才啊！有党鞭对于议事规则显然是不是太熟悉哈，但没有关系，可以补强哈，多读一点书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们应该读书会比较好了。小鲁黄委员黄总召，我一直在跟你讲话，可以看着我的眼睛吗？谢谢你的微笑，虽然他不是很开心的微笑。每一条我都坚持我的版本，我就先讲我的结论。每一条都坚持我的版本。怎么黄国昌起来了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坚持我的版本，所以反正我们就表决嘛。来处理嘛，提案那两，我今天在这里，我不可能共识，我不可能去赞成行政的版本。刚才讲说，我每一条都保留。我刚才有讲一句话，你突然黄国昌上升了，黄国昌每次来协商的时候，你们讲什么都不管，我每一条保留，他会跑掉，哎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今天人家跑掉，你说你这有 argue， 你常常就这样嘛，每一条你们跟共享好不好？我每一条都保留。今天他坐这里也是头抬抬的这样看你，啊，他根本不理你嘛。不然就跑掉啊！那跑掉，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。就是今天，既然大家心知肚明了，大家在这里一直讲到晚上也没有关系，但是都没有结论，那就是这么一回事情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我们要学习黄国昌，平常管不好，我们来造了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政府哦，要打假新闻跟假讯息之同时，刚刚听到民主进步党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发言了。我事实上非常的遗憾，我刚刚说明的事情呢，是针对法律的提案，是不是有违释字748号，请列席的司法院看他们要用书面跟口头表示意见。我从头到尾的发言，我什么时候说请大法官表示意见，请大法官讲要如何的立法，要坐在这边讨论事情可以啊。但是如果是用这一种造假扭曲的方式来散播不实的讯息的话，我想就很令人遗憾了。我前一轮发言的内容，这直播全部都有录影，每一个字拿出来调出来看通通都可以啊。那最后一个哦，我必须要讲哦，就是说用这种无赖泼墨的方式说谁谁谁是黄国昌上身，对于我个人来讲，这种无端的人身攻击我无法接受，就算我再讨厌一个人，我也不会无端泼墨去说他是柯建铭上身一样。那柯建铭发明，柯建铭不必上身，柯建铭只讲的哦，那给他买给他乌龙写的了。你今天还要再回头过来绕过来绕过去乌龙转桌，说你有来是来拿一个书面说明，我是点出你这一点，你不能用个乌白编的哦，乌白讲的。今天大家都很清楚，就前我都在看的。我说要讲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在常常在审查法案的时候，实名而论，我们都非常。即便我刚才讲那上升有所不妥，我可以说回来。我只有一件事要说了。好，来，今天我坐在这边参与会议，我向来都尊重院长的裁示跟指挥。对，我们希望大家。但是，我要请院长，你主持议事的时候，对，为什么有人？你没有才是他可以发言，他自己按了麦克风就可以讲，别人就不行。那我们也在纠正他，我们都有在纠正没有请求案就按麦克风的。到底是谁离题？到底是没有遵守规则？按、啊、你说你有纠正他，怎么我们大家都没看见？来，我换一下。妈，你看你又开始了，他要对嘛？花园嘛，对嘛？这个要征求花园们，对嘛？你们，所以我觉得院长，这个就是我现在在跟您说的事情嘛。是啊，大家坐在这边党团协商的时候，大家尊重您主持异议事，我也举手啊，我也等半天啊，请求你的同意以后我再发言啊。但是有人坐在这边就不是这样子搞嘛？到底是谁在欧龙谁多？谁在散布假讯息？谁在牵拖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去？看这个引导还不够清楚吗？院长，你就说清楚，我们接下来议事要怎么进行？那是不是岔题？你要消麦克风，还是有人不能讲，有人可以讲？大家都必须要尊重你的指示才可以发言。啊，有些特别的人不用，他有特权，他爱讲就讲，然后甚至自己在扮演主席的角色，
这个基本上面的规则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？好，来，请柯委，我希望大家哦，要快征求一下哈，遵守游戏规则，我绝对同意。当然是讲话中间偶尔被插话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发生。包括我在讲话的时候，黄国昌每次讲话的时候，大家不可以讲，他就有人插话，他就批评。哎，我曾经在讲话，你把我插话，我就算了啦。那这是攻击不冲啊？谁在扮演主席角？当然我们在彻底中文主席，你要叫主席切麦克风，那种情形是非常严重，很少主席这样搞法了。那个大家互相尊重了，游戏规则透明。你每次讲话都我都论你，我都在听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曾经发生过我在讲话有插话？也有吧。大家麦克论这个，大家互相尊重上重要。你要讲人家以前，你也要想一想，大家想想的不要紧，拢有。啊，但是你别讲彻底执行，我也绝对尊重吧。你每次你的都彻底执行，我要讲话你就要插话，我去论的，我还告诉你，你好好讲掉哎。其实我们也常这样，我说你给我讲完，那我不会发脾气啊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发脾气了，发脾气会老很快的哈。来，对吧？我们这样讲白话，那你29号协商的时候，你就一个人不答应，要外挂。外挂好，所以你在议场的提案讨论事项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可议事规则。你那当天的议程里面没有的话，你要增加讨论事项，那讨论事项我们都同意，我们都同意啊，我们都同意，没有意见。这议事规则就是这样。我知道我反对，你就会来凹我们嘛。这个议事规则很清楚，同意你提这个。正在讨论事项，你是提禁锢二读呢？禁锢二读一定是交朝委协商一个月嘛？怎么说我们到下来协商？你懂不懂这个游戏规则？不要大家要笑就笑灿烂一点，要笑的啊，你皮笑都不笑嘛，还恐啊？那大家话变个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还现在还要挖凹我们啊？说我们到下来协商，难道请大家都要直播的？打龙白痴吗？结果面是塑胶吗？不要再搞这一套。我们今天哈、啊。从以前从一开始啊，都是诚信协商，台院长协商两次，今天第三次，只是这些都是诚信协商，可以搞得这样天翻地覆哦，这么天灾了，我讲个老个天灾啊，真正的序幕之现在才拉开来，总之就是下礼拜召会一选，3月4号委员会开始，各党政策预算法案全部登场，那才是实有料的东西了。那给他们买几牙工，我场面话。我民主进马大校长，这议事规则，请等一下，请周案来给你说明一下。进步推进是交务朝上一个月嘛？你那在演下午在演4:30的时候找大家来开会，白演的很不好。因为我们当天你提案以后，你当天提一个案，院长先读了，我们提案要请唐院长今天来协商有关于23号专案报告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啊、哦，我要跟你还是要讲这个事情。工会大概存量，就那个要个查这个无意思去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刚才黄光昌讲说，明天到，等一下，我讲不要讲完。我好像还有一个，我听无啦。明天是要增加还是合并？我靠，听不懂你的意思。明天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哈。哦就实案专案报告，没有两个东西在一起，要总是要实案报告。难道你们这个议程也没有办法这么处理，好不好？那个好的，因为他先举手，我们请食药署干事长，您稍待一下啊，请。就买个景，我拜托。对，没有，对，谢谢院长。我想我们希望快速的来就大家都已经有共识的话，听起来就明天进行实案专报。但因为真的是这次公开直播也会做成记录了哈，就3点部分还是非常非常简要的来说明。第一个，因为刚刚有民众党团的这个总召的言必称说，由国民党跟民众党所提案的实案专报要安排。对不起，其实我们也有提案，那天在院会也有递案，所以今天现在在讨论的，我们那天在院会只有递案，就民进党希望在周五能够来召开实案专报的这一个案，其实自始至终讲明时间是明天，主题是实案专报的，其实是民主进步党，
所以这个东西在议事记录上，我想谢谢议事人员也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。那第二个事情，刚刚柯总召已经说明过了哈，依照议事规则，那一般提案经讨论事项列案之后，然后进覆二读、朝野协商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月的冷冻期，这是我们立法院的议事规则的 A、B、C 哈。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啦，这个第一个，这有党编对于议事规则显然是不是太熟悉哈，但没有关系，可以补强哈，多读一点书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当中也不太理解，因为同时有看到民众党里头在前一天的下午一点多钟，我们是在黄珊珊副总召的这个脸书上看到，是同时黄珊珊副总召所说的是敦请韩院长来主持协商。但是在没多久之后，那又收到由这个黄国昌总召又临时前三十多分钟发到各党团，要召开由黄国昌总召民众党召集的党团协商。其实这个东西也让我们造成一个党团里面的两个，黄珊珊副总召说要请韩院长来针对实案报告召集协商，可是呢，黄国昌总召又在三十分钟前四点来告诉我们要协商。OK， 不要紧，东鬼气啊，东鬼气啊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只是要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，因为我们都是直播，负责任的、负责任的讲话，负责任的陈述事实哦。所以说，也非常希望院长以后也能够协助，但议事人员也很为难了哈。依照议事规则里头，要召集协商，依法规是两天前来召集协商。那除非特别特别急速的，那至少半天以上的因应时间，就如同今天韩院长也都有履行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尊重各党团，不要因为那么临时，这史上最速见三十分钟发函，这个真的爱难很难配合。所以从过去到今天，就是刚刚柯建铭总召一直在说的议事规范是铁打铁的事实，没有主观认定的空间。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铁打铁的事实，所以我们还原真相很好。今天在这里讲完，我很希望下一页、下一题，明天很顺利的让实安专报可以上路。黄委员、黄总召，我一直在跟你讲话，可以看着我的眼睛吗？好吗？我们就让明天可以顺利。谢谢你的微笑，虽然它不是很开心的微笑，但我是非常打从心里诚挚的对你微笑。我们彼此尊重。按部就班，你们柯P主席说得很好，简单的事简单解决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